又见面了，音乐剧是在这儿考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在这儿。谢谢啊，你跳舞真好，我最怕跳舞了，我四肢都不太协调。没事，要是我们两个能够一起顺利通过考试的话，以后就一起跳吧。好啊好啊，我叫程明，我叫艾米。就乱蹦，有什么好的？乱蹦的也比某些十八线素人装明心强。你胡说什么呀你？尤之奇，好帅！好帅！天哪！妙之奇，你好，我就是八岁就出道的童星齐诗韵。又见面了，私生饭。 我不是你粉丝，记得我们的约定。你们俩认识？啊，你们俩还有约定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我们的约定呢？不扔掉了，谢谢。你敢丢掉我们的约定？等等，你们的约定到底是什么呀？我们没什么约定，真的。而且我真的不是你的粉丝，你看，真的没有。 等等等等，我准考证呢，你别急，你再好好找找，底下。哎，你们的约定是准考证还是一级一考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就闭嘴吧你！不是在这儿了吗？你想想你是不是去哪儿了，丢在什么地方了？你看我干嘛？ 不要乱说话啊，程明。啊，到我了吗？这是你的准考证吧？啊，是是是，谢谢学长，你在哪儿捡到的呀？在你被记者追的时候不小心掉了。啊，谢谢啊，学长。不用客气，准考证很重要的，一定要保存好，丢了很麻烦。嗯，好。下一个，陈潇。到。跟我来吧。